我们今天来到新北市政府，我们就来看看新北市政府是怎么样的毁坏这片土地的古迹，人民的抗日的史迹。我向文化部，我向朱立伦市长，我8年来我不停的澄清，不停的奔走，哈，我说这个土地是我们的，可是他们跟法院都说依据法律登记有绝对效力。今天我在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协助下，我们是一个弱势团体，我们没有钱去打官司，我们请所有的学者出来对这段历史做研究，这里面有一个事实，这块土地是妈祖田人来这里贪心年间就来开垦的，他们有土地的实权。好，不管经过清朝、日据还是国民政府，不管你们三个时代法制如何变化，我们有土地的实权，我们有权利居住在这里，我们有权利站在这里。新庄慈幼宫，别拆妈祖的家。新庄慈幼宫，别拆妈祖的家。朱立伦，别当古迹杀手。朱立伦，别当古迹杀手。他们就说妈祖宫就是新庄慈幼宫，用这样诈骗的手法，把新庄地震事务所去做更名，更改成新庄慈幼宫。而这个新庄地震事务所的承办人，现在就是新庄慈幼宫来告他们的人，来逼他们签约的人。这不是政商勾结，这不是政教勾结。什么叫政教勾结？这不是抢人土地，什么叫抢人土地？我非常愤怒，我可能讲得比较激动。任何有血有泪的台湾人，知道这样的故事能不愤怒吗？慈幼宫用这种压榨人民、压榨百姓的那种态度，谁任何人都看不下去。甚至于这些警员们，如果这是你们的，你们会怎么样？我的家就是这样被拆的，你不承租我就拆你啊，天理何在？那今天试问，之前妈祖会垦荒吗？试问各位记者，土地为何权状都落到你们那里？那我们祖先是来这边寄居的吗？啊，这些百姓，这些良民，每天过着被压榨、被轰炸那一种精神在过生活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是这个团的团长，我不能弃权，我不能弃权，我就是站在这里看不完他共同毁了，我就站在。如果我被毁了，你们一定要接我的棒子，各位村民，你们一定要接我的棒子，这里有证据，你们绝对会要回你们的土地。我们现在我们不向政府下跪，我们大家下跪向妈祖请求，请你们救救我们妈祖田人，请大家下跪，我们跟妈祖请求，请你们救救我们，我们祖先以你的名来这里开垦，来台湾安居乐业，我们的父母都在为这块土地付出，他们带着很孤单的心情，他们带着很孤单的心情离开这里。我们要守护台湾，妈祖田是最早来这里开发的，我们一起喊妈祖，你要救祖田村的人，请大家喊出来，你们不要害怕他的祖业。妈妈叫妈祖，叫叫妈祖田，妈祖叫妈祖田，妈祖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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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妈祖田。请新庄慈幼宫出来说清楚、讲明白，你们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、怎么样的政治的掩护的手段？请你出来跟我们大家说明白。誓师大会，妈祖的家。新庄慈幼宫，别拆妈祖的家。新庄慈幼宫，别拆妈祖的家。我今天来，是因为
为新北市古城的土地记忆过来的。我们学者花了两年，把这个新市政找出来了。如果用心看，就更会疼惜、珍惜它。报展我国援助阿根廷修缮天主教堂，教宗感谢。可是我发现，在这里要拆庙还地，台湾是神仙岛，台湾是宗教自由，台湾是软实力相当深厚的一个宗教地区，这是不容许发生的。所以我们站出来，至少求怪手要有一点情，我愿意为国安堂来请命，让大家都看得清楚，在人间我们在制造净土、缔造净土的过程里面，这一座百年以上国安堂可以做见证。我们要向他们陈情，好，请你们不要拆，这是你们的法律权限，这是文化资产保护法可以保护的。如果你一定要拆，李荣台他们说是妈祖田最后一间没有去承租租约的，我真的不能租，我都睡不着，我的家人都不谅解我，但是我一定要站出来，我不能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毁灭这个台湾史，最早的台湾史，还有他们祖先这么辛苦的来这里。所以我站在这里，我们的所有的朋友都会和平的站在那边陪伴我，但是你移动不了我，你移动不了我，我会跟普安堂永远都在一起。